好啦，去到2016-2017年，奧魯嘅最後一題啦嘅 Fill in the Blank 題目。咁咧，一般嚟講呢啲題目咧，我哋有兩個方法做嘅。第一個方法就係咧，我哋傳統之前教嘅 mark 曬一啲 verb 出嚟啦，然之後咧就去 trace 翻佢啦。咁我唔寫 A 字啦，懶得寫啦。A3 A4 A5 A6 A7，好 A7 唔够位啦，呢度希望得啦。OK， 好啦，然之后又系 mark 翻咯。R 等于零 ，for I to 零 to 一，所以而家 I 系零啦。跟住 for loop 行下一句咯。你见到通常我哋见到呢啲 double 嘅 for loop 出现嘅，零 to I 减一，咁而家 I 系零嚟噶嘛？零减一，咁咪即系零咯，咪即系负一咯。零減一係負一嘅話咧，我哋呢個 loop 咧就唔行噶啦，咁所以咧直接玩完。好，咁跟住咧就去翻 I 零變咗一啦 ，J 就係零去到一減一 ，maximum 零，即係行一次嘅啫。好啦，當如果 AJ A 零啦係大過 A 零係五七四三二六一八。A 零系大过 AI A 一嘅时候，我就做下低呢一句。咁而家好明显唔大过七啦，咁我就唔做啦。咁我哋因为 I 完咗之后，佢变咗一，咁啊又过咗咯。咁我哋又去到 I 等于二啦。I 等于二，咁咧你就会发觉二零去到二减一即系一。咁今次你见到就会行两次个 loop 啦。好 ，AJ。A 零啦，大唔大过 A 二啊？大过，咁我哋 R 就会加一，因为零加一等于一啦。好，翻翻过去上边个 loop 度，今次 J 等于一 ，AJ 呢个啦，大唔大过 AI 啊？即系 A 一大唔大过 A 二啊？大过 R 又加一。嗱，开始你见到咧，我哋会由呢、這、一个。A 零 compare 呢一个同 A 一 compare 呢一个啦，好啦，又完咗咯，去翻第三个 loop，I 系零啦 ，maximum 系行两次，好，而家 R 系二嚟嘅，好 ，A 零大唔大过 A 零大唔大过 A 三啊 ？A 零大过 A 三又加一啦，好，跟住又翻翻转头啦 ，I 今次就变咗一。A 一大唔大过 A 三啊 ？A 一系大过 A 三嘅，咁就变咗四啦。好，然之后 A 二大唔大过 A 三啊 ？A 二大过 A 三嘅就变咗五啦。OK， 好啦，咁你会见到咧，其实咧情况就系咧，第一个 loop 自己同自己冇得比，所以我停咗。第二个 loop 我就呢个同呢个比。第三个 loop 咧。就係呢個同呢一個，呢個同呢一個，呢個同呢一A 零同 A 三 ，A 一同 A 三 ，A 二同 A 三。咁所以你其實 predict 到咧，第四個 loop 就係咧呢個同呢個變咗六啦、七啦、四大過去啦、呢個大過去啦，變咗九。當 I 係五嘅時候 ，A 零同佢比啦，六嚟嘅呢個字，六嚟嘅，咁啊大唔過啦。呢個大唔大過啊？大過變咗十啦。大唔大过去啊？大唔过，大唔过，大唔过。好啦，跟住 I 就变咗六啦。呢、這个大唔大过去啊？大过呢、這个咧，大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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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最后唔使做，因为八系呢堆数里面最大嘅，所以我哋根本上唔需要 compare 啦。咁你发觉咧，答案就应该系十六啦。咁当然你可以咧系 step by step 逐个逐个行，其实你都计到个数嘅，但系。我哋快慢就睇边度咧，就系、是、究竟我哋做到边度嘅时候睇到个 pattern 出嚟咧。譬如话，咦，我做到三第三 I 等于三嘅时候，我睇到个 pattern 出嚟咯。咁跟住咧，你就唔需要再慢慢数啦。即系你用翻个 pattern 去谂翻，咦，原来咁就去到计到 A 系等于十六啦。因为当我去到做到大概呢个位置嘅时候咧，我就已经知道，哦，呢个比呢个，第二个 loop 咧就系呢个比呢个，呢个比呢个。第三个 loop 就系呢个比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比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比呢、這个。第四个 loop 咧就系呢个比呢、這个，如此类推，咁样去比较。
咁所以咧，你就會好容易咁做到16呢個數出嚟啦。咁呢個亦都係當大家做得多嘅時候咧，希望大家掌握到就係唔需要乾行，即係挖硬掘曬所有嘅個 step， 揾好快揾到個 pattern 出嚟，然之後計算個答案啦。